哇，到了冬天，嗯，这枯萎水下这么多，下很多啊，嗯，5-6米的样子有。对，这还有鱼吗？这就剩个底了。这个所有的鱼都在这个锅里面。啊，倒也是啊，啊，水位下降了，集中了。啊，夏季的时候鱼水涨上来，涨在山边上，你看啊，嗯，那这个比如说你同样的是10,000斤鱼，嗯，你放这个水库里面，你肯定每个平方一个每一个立方的鱼肯定量少嘛，嗯，那现在一集中了。那不是全部在锅里吗？啊，也是啊。嗯，集中了，水位下降了，水少了，其实鱼的密度呢，它就会高了。嗯。线组准备装多少？对，我现在4.8米的杆子，我准备装个1.2的主线吧。嗯。然后，因为到了，冬季的话，其实相对来说呢，钓鲫鱼，咱们如果是只有鲫鱼啊，嗯，那么线组呢，其实可以放的比较小一点。嗯。那么像主线0.8，嗯，子线呢0.3、0.4都可以。嗯。啊，这样呢，它这个口信号会更好一些。嗯，但是今天因为温度比较高，所以呢，说不定翘嘴啊。对对对，我把这个线组稍微放大一点。嗯，啊，我就主线放在1.2，子线呢放在0.6这个样子。嗯，啊，来钓钓看。啊，9米。对，9米打窝。嗯，3指箱是相信是相信的，精准打窝了。对，一般水深多少？水深我看了一下，刚刚差不多2米左右。2米 啊，水深实际上还是比较合适的。嗯。那冬天打窝呢，最好就是说精准一点啊。有条件嘛，就用长杆送。100杯。对，一杯。还是有点大的啊。这个还好。光钓小鲫鱼的话，这就多了。嗯。这里还有别的鱼。对，因为它有别的鱼。先打个一杯吧。嗯。谢红葱啊。对。你到了冬天是真喜欢这个饵啊，怎么每次都用这个？这个状态好。嗯。啊，这个呢，咱们在如果说你钓这个鲫鱼个体大一点，半斤的，嗯，咱们就什么都不用加，就是这个一包粉一包料开起来就行了。嗯。那么如果你钓这种个体小一点的，1-2两的，嗯，你可以稍微加个10%的速攻或者是水花粉，真的，嗯，啊，让它团呢拉的稍微小一点，针对这种小鲫鱼，嗯，啊就好了。那么我今天呢，因为只做了一杯的这个。这个窝料，那么我在这个饵料当中呢，再加一点这个3指箱的这么三色幼米，这小米 啊，对，这个是小米啊，然后就直接可以拉拉拉到这个饵团上面，啊，也可以起到一个留窝的作用啊，加一点，粉包开好加料包，对，把它搅拌均匀。因为冬天的温度比较低嘛，嗯，所以让它这里发下丝，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，10分钟都可以。有太阳的话，咱们可以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，让它发丝更快一点啊。嗯，饵团型好了。对。啊，花花绿绿的。对对，你看饵料上面有一些9米。嗯。拉得起来吗？这9米？拉得起来的。它拉的飞在这个饵料上面嘛。嗯。啊，有几颗。对，因为但是现在这个刚刚开好，所以现在饵团还不是很大。嗯。但是呢，钩柄上面是没有饵，啊。嗯。我现在呢，调呢，也就是调了个5目，啊，等一下钓呢，钓个3目、4目这个样子，嗯，上钩轻轻触底，啊，下个弯曲这样子一个状态。哎，来口了，好了，一个拖了，动作一点点，嗯，半目这个样子，嗯，半目这个样子，我打一杆试一下，打拖了，嗯，应该是吃的不是很深，发了半个小时的窝，嗯，半个小时差不多，抽了10多杆啊，对，啊，这算冬天发窝算快的了，对。你现在大概泡下去等个1分钟啊，嗯，1-2分钟就一杆，嗯，因为我现在呢下去之后浮标挺稳了，大概隔个30秒钟的时候我就逗一下，嗯，啊，逗一下，如果没有动作的话
再过个30秒，这个样子我就起竿。基本上前后大概就是2分钟一左右一竿。嗯，因为在冬季钓鱼的时候，咱们除了打了一点9米，因为9米的话，它只是一个卫星的扩散，包括流鱼。嗯，它冬季呢也需要这种雾化的这种片状的这种东西，啊，在这个窝子里面去诱鱼。嗯，所以前期呢开始咱们频率快一点，2-3分钟一竿，2-3分钟一竿。嗯，啊，然后中间呢稍微逗一下。嗯，啊，一竿下去呢稍微逗一下，逗一下没有口就起竿，啊，拉饵，保持频率这样去钓。前期的话就是说咱们诱鱼的时候啊，饵团可以稍微大一点。嗯，啊，就是钩子呢压得多一点。压多一点，从里面这样拉起来，那这个饵团就会大一些。嗯，啊，那主要是靠这个饵要去诱鱼嘛。呦，嗯，哎呦呦，这么活跃，这个力道可以啊，这么活跃。哦，鲫鱼，动了一下它就来了，它开始在动，它开始在顶。嗯。在顶的时候呢，它是可能一下子没吃进去。哦，好的，半斤有了。哇，冬天能钓起这个鲫鱼，手感就很不错了。那水库鲫鱼跟那种河道鲫鱼还是不一样啊。对，这种鱼力道大，展示一下啊。哟吼，可以吧？哦，又肥又大，好棒啊！这么大。哇，这个半斤多嘞，6-7两嘞，有重量，有鲫鱼汤喝了。明天路上买豆腐去，一条就能炖一锅了。对，一条就能炖一锅。因为我现在这个饵团还拉的比较大嘛，嗯，刚刚它一直在顶，一顶顶下一顶下，它就不进嘴，嗯，啊，然后我逗了一下，逗了一下，它就回到两目这个样子，稍微点了一下，大概有一目的顿口。还得逗啊，冬天多逗一逗，因为它有时候在这个饵料边上啊，碰到饵料或者怎么样，这个饵料上来下来上来下来，但是它就是没有进嘴，但是你动一下的，动一下这个饵料动一下，它就它感觉好像这个至少要逃了，这个赶紧吃，对，有动态了，知道吧？嗯，有动态了，它就可能抓一口进去，嗯，然后这个时候的口呢就比较干脆，啊，就会出现一个顿口这样一个情况，啊，就是入口的信号。所以冬天钓鱼嘛，咱们还是可以。反正坐在这里没事，多逗一逗。嗯，好。哇，口很轻啊！啊，口很轻啊！啊，就轻轻的点一下。今天这窝聚的好慢啊！对，高窝好慢。过个20多分钟来个一条这样。对。鱼是很大啊，嗯，鱼个体还行，大板鲫不是，标准的大板鲫，对，水库鲫。我现在把钩子跟线又放小了，子线放小了，嗯，现在放进4号的锈钩，0.4的子线，嗯，但是口还是很轻，轻轻点一下，就不去妄想爆头了是吧？这不对，不想了，这么大的鲫鱼有鲫鱼钓就行了。个体还是可以。啊！哇，哦，这斤把重了呀。嗯，差不多。我现在稍微慢一点，因为现在窝子里面的鱼虽然不多，但是会慢慢的会有一些动作，多等一等。嗯，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中间逗个3-4下。嗯。啊，基本上一竿呢，大概在5到6分钟这个样子。嗯。多等一等，等这个，因为冬天鱼口它吃口慢，所以多等一会儿。等它来咬钩。前期做窝的时候抽的频率快。对，前期做窝频率快一点，但是当发现浮漂有动作，嗯，但是就是不给口，没有这种中鱼的信号，就可以稍微多等一等，中间呢逗个几下，啊，这样子。我去！哈哈！呜！像现在看的眼睛都快瞎了，就一点点点一线，真的就是一线，嗯，很轻的。哎呦呦呦！鲫鱼干钓鲫鱼真的爽，哎呀！手腕一抖就上来了。哎。
雪白雪白的，这品相真好。这个鱼可以，这个鱼我觉得吃肉，切两条一蒸，那个肉肯定很有层次感，层次感都真的。小鱼嘛，煲煲汤就好了。那个大个体大的完全可以吃了。好的鲫鱼那个肉啊，肉质跟鲈鱼一样，可以吃出一丝一丝的感觉。对，而且它这种水库，它还跟这种河道不一样，因为它你看岸边全都是石头，吃的都是青苔这些东西，没有泥腥味很少。对，没有泥腥味，然后鱼也活，就是通过它得不停的找东西吃嘛，所以这个鱼的肉肯定很好吃。晚上我就蒸两条。这杆快吗？啊，这杆刺狗快吗？这杆到底就呵呵还溜出去了，到底就接了。哎，感觉这口快下来了，这个小一点。这里要感觉这窝子要开始发起来了，温度上来了。冒上来金拔中的鲫鱼，真漂亮！这种鲫鱼竿钓起来，金拔中的鲫鱼那是太爽了。慢归慢啊，隔个十分钟总会来一口。对，窝子开始慢慢动起来了，发起来了。温度上来了，该吃还是要吃的。哦，这个得差不多一斤了，把酒量有了，哇，双手捧了得，可以可以，哇，你的菜有了，我的菜也快有了，你的菜也有了，也有有点情况不妙啊，起风了，本来口就很轻啊，对，然后飘向看不到，还显示这种波浪纹。对，这个呢它就是直接顶漂顶了两目上来，因为这个下去的那种轻微的动作看不到，死口了已经，所以就是死口了，它已经顶了两目上来。这种波浪最讨厌了啊，哎，高度大概是一目两目的样子，对，密密麻麻的啊，小象是难看的，也等着顶漂吧，要炖一点了呀，就直接等着顶，稍微炖一点。哎呦，这声音真好听，哦，这声音真好，哦，这个鱼，哎，真的是，蹦蹦跳跳的，现在口明显快了啊！对，因为是什么？因为这个饵料当中啊，有这个酒米，这个酒米呢，它就是起到一个留窝的作用，
那么像这种饵料当中加小米的话，就是说后期啊，哎，它这个劲头就上来了，后劲儿足，后劲足，啊，一下子就上来了，每抽一杆都在打窝。对，再一个就是说，最咱们最抛杆最好就是说，你不要抛得太远太满，啊，因为这个它一挂在水里面，它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，一米多两米多是水深的话，它就会掉落一些，有可能会掉到前面，尽量就是抛到接近自己的窝点。浮漂在哪落？看到没有，我这个窝点跟我的这个饵料就是浮漂落点啊，就是比较接近的啊，尽量接近。这个窝子不要做得太远，这样就你钓呢，就会鱼越钓越多了。啊，哇，这个风吹的，你看上面嗖嗖的风，至少在我这浪也是越来越大，看漂也看不清楚。再试一下，再搞两条走，再搞个两条吧。啊，再搞个两条，把我这个月的鱼都包了。好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躺在家里吃鱼了。哇，这风吹的啊，风浪太大了。又来了又来了，这风又来了。哎，走了走了，管他来不来。我钓完了，他要刮风下雨就随他了，不管他了。还好啊，钓的十多条有多啊？十多条，硬的都是大板机啊。哇，那个风，哦，算过瘾嘞啊！冬天有这么多钓可以嘞，十几条了。总结一下啊，咱们一般在冬季做钓啊，最好就是说，提前做窝子，因为咱们来的早上的时候开始一个多小时，发窝是非常慢的，提前做好窝子呢，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说，你可以在你的饵料当中呢，添加一些像这种小米啊，咱们这个像三尺像这个小米，然后呢，就是可以再起到一个很好的留窝的作用。那么鱼聚进来之后呢，窝子里面有东西吃，它就不会走。很明显啊，前两个小时基本上稀稀拉拉，对，半个小时二十分钟这样来一口，对对对，后面基本上就可以连上了，对对，后劲比较足，后劲足啊，对，一定要提前打窝，提前打窝，前面那两小时就可以不用白做了，冷飕飕的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收了。